在你电玩这个漂亮的手游，哎，再来，我们讲到哪儿了啊？超爽！就是找完全没有在缺进度的，就是说他现在找很像，怎么讲？就都没有资源的缺乏的问题吧。这样讲我没有比较 understand 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手游都开始讲装备了啦齁，所以这个游戏我可能也会一起讲装备吧，因为这些该讲的应该都给你们了。哎，寻宝讲了吗？他这个寻宝齁，还有分为三种。先转职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抢了耶。我可能会先把时装给他 ending 掉，因为其实我觉得，我们时装进度比较慢一点。但是我觉得这些翅膀很美。来，魏景，木槿未央啊。木槿未央，那应该是那个字是未吧？对，未。OK。然后你那个，你怎么关那么快？等一下，在哪里？那不是时装柜吗？衣柜在这上面呢。其实我后来是想要讲寻宝了。那寻宝的话，我可能会先讲玄金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帅。聊天室。